就快要毕业了，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脱单。偏偏这个学校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八卦别人的感情事件。这是上礼拜的笔记，这礼拜的我再整理给你。不用再帮我做笔记啊。我喜欢他，我可能喜欢别人吗？你再跟我说一次话，就再也不会来。今天要跟他告白。笑。你住好，我来咯。易静，我喜欢你。要追易静，自己想办法。不然打赌啊，要是你赢的话，那 就不准再跟我提帮忙的事。你不是为了拒绝他才出难题给他吗？干嘛关心他？我觉得我有点喜欢他。很久很久很久以后，当你牵着别个他的时候，我可以离他远一点吗？你选我的。好久不见的朋友，祝福你们。麻烦以后跟我保持距离，因为我不想让依静误会，更不想让我的男朋友误会。不要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我可以不要喜欢他。可不可以，你也刚好喜欢我？